先生您的手机。谢谢。高明，我听说莹莹去美国生孩子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嗯。嘿，这节奏不对啊，一点嫉妒都没有。我不嫉妒啊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怎么闻着这么大股酸味呢？她老公没什么钱，顶多就是个大公司的中层吧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她朋友圈了吗？你看她天天秀的都是什么五星级酒店、五星级饭店、五星级的游泳池、五星级的健身房。行了，管家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看就是她老公出差，她自己蹭着去的。这房间都是公司给报销。住的是标准间，走的是协议价，到了四脚朝天的工作根本就没时间玩，这没什么好羡慕的。这真正有钱人的生活啊，秀的应该是包罗万象的。我见过那些有钱人吧，他们的朋友圈秀的那都是法国农庄葡萄熟了去摘摘葡萄，米兰时装秀场上再嗑个瓜子儿，去非洲草原看看动物大迁徙，空了再去新西兰顺着洋流钓钓鱼，这个才叫生活。醒醒吧，多大的老板我都没见过。你要不信你再去看看莹莹的自拍照，这除了磨皮就是秀 logo 对吧，这除了能够露出商标的棒球帽子、毛马甲、花裤衩子、貂皮袄，这真正有品位的有钱人他们都是低调再低调，就算用牌子货也不张扬。管家，本次航行只剩下四个小时了，高小蜜同学，你要抓住机会了。先生，打扰您一下，这是您点的恰恰小黄蛋，请慢用。我对这种植物过敏，请帮我拿开，谢谢。对不起啊。哦，抱歉，打扰您休息了。
啊，我知道，可是我给他，他会要吗？我送您到房，买您30年的青春，您干吗？闺女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当年我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啊。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外边打拼有多么不容易吗？那您知道，一个女人一个人抚养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吗？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还有，别想拿钱收买我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哎，不，闺女，你听我放手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不，你听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你别走。那位老先生说他是你爸，是吗？是。那打人的又是谁呢？我老公。你老公打你爸干嘛呢？因为我老公不认识我爸。这就有意思了，你不认识你老丈人。我刚才不都说了吗，我是不认识，连我媳妇儿也是才认识的。是亲爸。警察同志，有您这么说话的吗？那是不是我可不知道，你可以问他们去，我只管保护我老婆，谁欺负她都不行。警察同志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不了解我老公，他这个人脾气特别特别的好的，平时跟别人讲话都不敢大声，性格特别特别的温顺，温顺的就像一只小绵羊。你态度端正点，就刚才你那一拳已经构成犯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端正了？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，我正当防备不行啊？我自己老婆在街上让人欺负了，我不能保护她了？哎，你的老婆让人欺负了，你管不管？你保不保护？你知道平时在家里面都是我打她，她不敢还手的，所以误会了。是吗？是的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。看看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签字。请各位乘客，我们的飞机将着陆。您好，请您收起小桌板。请您收起小桌板，系好安全带。您好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。啊，先生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让你接我，也没跟你说到底是什么事儿。这怪我，我也没弄清楚什么事儿就动手了，太冲动了。不过你平时像小绵羊一样，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猛啊？那可不嘛，谁要敢欺负我老婆，我肯定上去先撕了他。啊！老公。啊？大晚上的你不回家把车停这儿干嘛呀？你不觉得这眼熟吗？老婆，不觉得呀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是有点变化啊。我提示你一下吧，10年前的今天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向我伸出魔爪把我拿下的。不可能。没想起来啊？没有啊。先生，后边来。
由于预算有限，我只能用这七彩的气球聊表我对我们那段青春的怀念。祝你拿下我10周年快乐。10周年快乐。来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你，你进去。哎。哎。行行行。还生气呢？我说老婆，咱俩都结婚这么多年，每次都小心翼翼的，有必要吗？弄得人家以为我身体健康有问题。谁说的呀？我老公最优秀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房价涨得这么快，咱们这工资水平又跟不上，对不对？这一居室换两居室，这一下从15年计划非得变成50年计划，等到那会儿再生孩子，那我给他开家长会，人家还以为去的是爷爷。别闹，你长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呢？老公，我跟你说事儿啊，有可能我们的15年计划15天就实现了。没毛病吧你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样吧，我呢给你个提示，我爸。啥？我爸。你爸？你爸是房管所的？你爸房管所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爸送给咱们一套房子，虽然不大，2室1厅，正好是咱们需要的。我呢给你个提示，我爸。啥？我爸。你爸？你爸是房管所的？你爸房管所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爸送给咱们一套房子，虽然不大，2室1厅，正好是咱们需要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哎呦，你说这我还跟他老人家动手，这我要不动手是不是能送2套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本来我没打算要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收下的话，对于他是一种安慰，然后呢我们也真的需要。老公你想啊，你我还有宝宝，我们在马尔代夫过着我们想要的生活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。哎呀，听起来跟梦一样。像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开始你给我换一个手机号码，然后把咱们这房子的信息给我散播出去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当然有。大点声。有。为什么叹气呀？我后悔没有当面叫他一声爸爸。苏先生，今天真的抱歉，来，是我的工作失误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挽回您的损失。苏先生，真的抱歉。您慢走啊，先生。不是，
我说祖宗，怎么还把他关厕所了？找房上面房子特别多，我联系了几个房产经纪，你明天挨个给他们打电话，一个都不能漏啊！告诉你，这关系到咱们家千秋万代的大事儿、哦。交给我这事啊，完事了吧？你先，你干嘛？什么正事儿？什么正事儿啊？你说什么正事？你别闹了！啊，这什么呀？100万，加油！周一例会的时候我说了，啊，刘爱带领哪一组，如果这个季度再拿到销售冠军，那年终的100万奖金那是没跑的。但是今天，我发现 B 组的销售业绩在2天内增长了800万。等一下。是，也就是拿到了销售冠军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多呀！一天之内能拿到800万的大单，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老板，别这样，是不是您心疼那100万的奖金，故意作假呀？小刘啊，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冲动，什么话你都敢说。我领导这么大公司，我能做这点小猫腻吗？行啊，这样吧，我刘爱呢说话算话，如果这个业绩单是真的，明天我就辞职。我说我看过来吧，让我看看哪位大神拉的单800万，站起来我看看。站起来我看看。这位是艾姐，她是上周刚来公司的实习生。那个艾姐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这都是我爸叫人给我拉的单，他说我初来乍到的，有点业绩才好离职。散会。艾姐。姐夫呢？没送你啊？他呀，他有点事儿就没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不是掉下来个亲爹吗？所以呢，他又不知道，就误会了，然后呢，就乱成一团了。误会？认亲这事儿，我倒是听我妈说了，真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一出呢，可太逗了。姐夫看你看那么紧呢。你说你这横空多出来一个亲爹，该不会找你养老来了吧？没有，人家不用我养老，还送给我一套房子呢。
你这是平民公主现实版啊。哎呦，不至于，没那么大，就是一套小房子。小房子也得要啊，不要白不要紧。大姑知道不？我还没跟她说呢，你说她那脾气，我怕她多想，觉得这么多年养了一个嫌贫爱富的白眼狼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一会儿到了别说漏了啊。我刚密的嘴，世界上最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放心啊。走，来来来，马上。哎，孩子们都忙，好不容易凑齐了，干！来，啊，都自家人啊，没那么多规矩，快冰块。来，这个是爱爱最爱吃的。妈，你别给他肥的，他要减肥呢。吃完这块再减。哎，另外啊，阳光怎么没来呀？哦，他公司有事加班忙。哟，一天到晚的加班，也没见挣几个钱。不是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，加班就非得挣钱呀？人年轻人热爱工作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心疼咱们刘爱吗？哎，我说红梅啊，你说咱们小爱哈，咱不说别的，咱就拿他跟高密比，你说这个两个孩子算是各有千秋吧？那个以前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刘爱就比我们家高密读得好，考学也比我们家高密考得强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小时候，就连跳舞都比我们家那个高密站得靠中间一点儿。我就觉得这个找对象，我怎么就觉得让那个阳光占了大便宜了？姐，你占便宜了是吧？那个高密，我一直琢磨一件事儿啊，你到底找啥样的呀？我等着看呢，现在有了没有啊？找不着那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就嫁了呀，这可是大事儿。我看你是不怕事儿大。哎，那个刘爱，你跟阳光为什么不要孩子呀？我主要是想着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希望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让他过得好一点。主要没想生，想生就有了，那不是玩儿似的。是。没钱的不生孩子，这有钱的养得起的不也不生吗？妈，你别那眼神看我，我害怕。妈，你怎么说我头上来了？你别笑，哥。哎，我支持你啊，不生挺好，谁规定结婚非得生孩子呀？啊，不生孩子什么错？有。这都什么年代了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嘛，有的人结婚是为生的孩子，有的人结婚呢就是想丁克。那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？我不是为了孩子结婚呀，我为了爱情。哥，爱情？哼。妈妈，你说不要自己不生孩子还在这里强词夺理，那给小辈们做坏榜样嘛。对。妈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，我想过什么日子我自己清楚得很。再说我跟戴维是结婚前就说好的，我们不要孩子啊。哎呀，外国人闹腰你也跟着没谱。是啥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说那个大卫，我就看他不安好心。是。对，你把手收回来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想生是吧？你生，我给你付抚养费。听见了吗？财大气粗了吗？是啊，高大上，你干嘛拉我姐做垫背的呀？我姐现在就算要生，她也有钱，她不需要你。是吗？那她涨工资啦？她没有啊，她亲爹不是给她一套房吗？狗屁！你说，姐说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说多了，对不起。妈，对不
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我是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你。他确实说是要送我一套房，不走，但我没答应他，我没说要，我没说要吗？不是好事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好事儿，要不偷不抢的，那是你应得的。来，没这套房，干杯。妈，是吧，大姑？你刚刚跟我说的话一模一样。我姐把小的房子卖了，买套大的，然后她就生孩子。你跟奶奶就长辈分了，是吧，奶奶？不明白。不要。你们都慢慢吃啊，我去看看。我也去看看。是。他是不是有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姐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恶心死了。你是不是中午吃坏肚子了？哎，我跟你们俩说多少遍了，不要在外边瞎吃东西。哎呦，这话说的。我不在外边吃，你给我做呀。他是不是有了？有了。给我拿个验孕棒。洗手间在哪儿啊？那边。你们家有别的牌子的验孕棒吗？有啊，有电子屏幕的，还有两只超纸装的。麻烦您每样一支。啊？什么？那天做事的所有牌子，每样一支，谢谢。快！哎，老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你爸那房子那地段特别好。什么？什么？装傻是吧？验孕棒，不认识啊？我怀孕了！啊？这么巧？蓄谋已久，怎么可能呢，老婆？那你说咱们都这么认真的防范了，这会不会是天意啊？啊！什么天意啊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别，你听我说，老婆，我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哎，呛死我了！哎，我要不逞强就好了。说现在产假也没了，一分钱赔偿都没有，我这还怀着孕，哪个公司能要我呀？老公，我想再复出的话需要一年的时间，这一年我一分收入都没有啊！怎么办？老婆，你别着急，你这不都没正式辞职吗？再说了，你们老板那么抠，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你这棵摇钱树呢？说不准明天一上班他就把这事儿忘了。啊，没事，忘了。做梦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，该干嘛干嘛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事，真的。哎呀，关键是我牛都吹出去了，丢死人了。人家根本就没工夫盯着你这事儿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首先你现在怀孕了，公司肯定不能辞退你。对吧？再有，我们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格局不一样了，马上就要换新房了，而且呢，还要迎接新的小生命，啊！你就踏踏实实创业，任何事情交给我，老公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嗯，老公，有你真好。没事啊，该睡觉，躺下。哎，关灯。关。啊，好，我关。现在，别动，我得轻一点。伤不着孩子，哎，睡觉啊。嗯。哎呀，我该怎么盖上？哎呀，必须盖上，太冷了，这是。
老板，早上好。我昨天呢？我昨天钱包丢了，然后我们家狗呢，更年期，所以我这一时冲动，您看能不能？你。死就死吧。学会敲门了，有事儿啊？嗯，说吧。嗯，昨天呢，昨天我……哎呀，昨天的事儿过去让它过去了，我又不是个记仇的人。再说了，你是公司销售骨干，我能开了你啊？就以后做事的时候谦虚谨慎一点就好，啊？嗯，我帮你。合不合适？还行还行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你去忙吧，去忙。谢谢老板。客气。这么心急坐我的位置啊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让开，艾姐，不是我要占您坐的，老板今天调整了办公位，您的座已经不在这儿了。那我东西呢？这儿呢。放心吧，一个都没少。我哪敢动你爱姐的东西啊？你撒谎。还差一个最重要的。早啊，大家。喜事啊，喜事。来我说杨哥、啊、这女人怀孕可是大事儿，你可别跟我们一样，这一包糖就给打发了呀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着也得好好犒劳犒劳。就是你们嫂子说了啊，省钱怕浪费。哎，嫂子这么说你就信了呀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女人是不喜欢礼物的，还不赶紧给嫂子补上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、赶紧补
祖上呀。哟，那我得取取经，那我应该送点什么呀？嗯，买包，包治百病，肯定没错。对呀，包治百病。谁呀？谁呀？喜事啊！杨工要当爸爸了。哎，哎呦，杨工，恭喜恭喜！别客气，别客气啊，没有。都有了吗？有了。哎，赵董让你上去一下。啊。赵总，赵总，怎么样？您吃的？哎，不急不急，坐坐坐坐。坐坐坐坐坐。赵总，怎么样？什么样都有。杨工，什么咖啡？哎，小玉，知道。谢谢杨总。给您拿块什么呢？哎，尝尝这 Hello Kitty。赵总不能吃这个，我这个血糖太高了。哦，哎，你这是喜糖吧？是是。嗯，那我这个这个，哎，谢谢赵总。好吃，好吃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杨光啊，你来公司几年了？十年，赵总。十年了哈，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赵总。我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。你看看啊，我都让你当上了副总设计师了，对不对？凯旋地产这么重要的项目，我也让你参与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我对你的一片良苦用心，你不会体会不到吧？体会得到啊。我一直在努力，准备随时报答您对我们的厚爱。那么现在摆在你面前这么好的一次报答我对你厚爱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？啥意思，赵总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哟，整整五页纸啊！这么快就上封面？阳光一个字儿都没提呀、啊！这还挺生气。咱们公司都一个字、啊，这属于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你爽什么爽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爽什么呀？人家爽是对的，人家都中国的骄傲了，你爽什么呀？啊，整整五页纸啊！没提你阳光一个字儿，连咱们公司也没提，有这样的吗？啊，你说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公司吗？赵总，我上次都跟您说过了，他在领奖的时候就是开玩笑呢，咱不能顺杆爬呀。再说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，不是我的东西不能拿。什么叫不是你的东西啊？啊，咱们没偷没抢，人家送到咱们家门口了，拿过来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行了？你是不是嫌这个奖小啊？不是，赵总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咱们就别蹭这热闹了。你不蹭我还蹭呢，我就想蹭热度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？现在讲究的是共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懂不懂啊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。刘总给您的文件，放着吧。你的吗？赵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啊。安姐，我帮你擦，放那儿吧，我自己来。安姐，你别生气，总肯定是故意整你的。等他气消了，你肯定不坐在这儿了。行了，不用这么安慰我。还有，就是昨天我不是故意不听你，是不用解释了，我能理解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谁和公司有仇啊？是昨天我真的，忙你的吧，找个工作吧。
两碗牛肉面，再加两个蛋。还需要别的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嘞。手那么脏，小气劲儿的，给谁买的包啊？交新女朋友了，小情人？有毛病吧？我是那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女朋友呢叫刘爱，我老婆叫刘爱，我的小情人也叫刘爱，记住了吗？啊？哎，优秀，痴情，酸。不过你会买包吗？这买包很有讲究的，什么材质的，啊，什么款式的，还有什么颜色的，那要是买错了，那钱不白花了吗？啊，不行，我还得替你爸把关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别你说我看一下什么样？怎么又不敲门了呢？我来告诉你，我这人特别轴，不喜欢做违心的事情，而且我还记仇。所以遗憾地通知你，我把你开了。你把我开了？对呀，因为我不会给你开我的机会。哎，这杯茶你不配喝。那优点可多了去了，这一句两句啊，我根本就跟你说不完，知道吗？行，你这碗狗粮啊，我相当为证。不，你包多少钱买的？2万3000八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说点什么？我加一个葱爆牛肉，一个大盘鸡，还有一坛好酒。你要干什么？不是，吃的差不多了，不是吗？啊、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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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你要实在饿，你再加个蛋吧。啊，加两个。好嘞。你可真够可以的人吧？你花那么多钱给你老婆买一包，你说请兄弟吃饭，加两个菜都不行，你也太抠了。怎么了？那是我老婆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你虽然是我兄弟。那你挣的比我还多呢，我凭什么呀？喂，啊，看房看，看，在哪儿？哎，我就在附近呢。行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那什么，兄弟还有事儿啊，我先走了，给我买单啊。啊！服务员，哎，你两单不要了。姐，这个是送给您的。其实这份礼物我很早之前就想送给您了，我在您手下做了这么长时间，说实在的，一开始我真的接受不了您的做事风格，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，其实你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我们好。这都说了些什么呀，艾姐，你多保重。干嘛呀？嗯，
这么伤感，搞得跟以后不见面了一样。你说说你，跑我这儿来至少浪费了20分钟，能给5个客户打电话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在你办公桌的3个抽屉里有我的客户资料，我现在要是不告诉你的话，就你这脑子1年以后你都看不见。你把你的客户资料全都给我了，不然呢？啊，谢谢爱姐。行了行了，谢过了。嗯，忙去吧。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保重，拜拜。好好工作。嗯。这是让我以后说话嘴甜点呗。换鞋啊！不想换，好累啊。累了，进屋也得换鞋吧？不换。你不换，我就白忙活了。什么白忙活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把土带进来，我还得擦地。那擦一遍怎么了？那你把鞋换了去。我不换。不是我叫你换鞋。可以啊，阳光。活腻歪了是吗？敢跟我喊呢？练胆呢？不是，其实我刚才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老婆，你就听我的，你把鞋换了啊。烦死了，至于吗？就一双鞋嘛。这包是送给我的吗？喜欢吗？我太喜欢了，太漂亮了，我撸了。你看你怎么光亲他呢？老公，谢谢老公。这是你买的包啊？啊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也不知道有假的卖啊。这么大一包，至少得20000起吧。老婆，你真是自带条形码，太懂行了。盒子在哪儿啊？在呢。怎么了？装回去吧。退了。为什么呀？老公，你为什么给我买这么贵的包啊？你不喜欢包吗？而且我想让你开心啊。可是咱们家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买这么贵的包，我也开心不起来呀。退了吧。啊。不是包治不治百病吗？这个擅自花这么多钱没回报是我的错啊，以后我一定注意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别不说话，你不说话我心里直犯嘀咕。
我不就是心疼你干活那么累，然后还怀着孩子，我不就想买个礼物让你开心开心，是吧？啊！老公啊，要不咱俩商量一下？啊，孩子先不生了。啊？不是，老婆，咱没说过要包不要孩子呀。我，这不是包的事儿。我帮你算一下啊，你看，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我们生宝宝，因为我就开始做各项检查，需要钱吧？而且呢，我还需要补身体、补营养，什么维生素 A、B、C、D 呀，补锌、补铁、补钙呀，这些都需要费用吧？那你看到时候我是选顺产呢，还是选剖腹产？顺产的话呢，小五千；剖腹产的话，那至少得小一万了。你说这又是一大笔费用，等生下来以后，你说咱孩子的奶粉啊、尿布啊，月嫂得请个金牌月嫂，贵呀。哪儿哪儿都需要钱，你说要是等他上了幼儿园，咱是不是得给他报各种什么早教班呐、画画啊、跳舞、钢琴、骑马，总之就是他喜欢什么，咱们就得让他学什么，对吧？这也需要钱。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，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花销啊！而且他上大学以后，万一要是早恋了，再找一个特别作的女朋友，你这也得需要钱，是不是啊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辞职了，彻底失业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我不是还没失业吗？我还干着活呢，有我在，我能养这个家呀。况且老婆你这么优秀，你还怕找不着新工作，找不着更好的？这跟要不要孩子有什么关系？行，我再帮你分析啊。最现实的问题，房子，咱们家房子你看到了，咱俩住是没问题。你说孩子生下来住哪儿啊？月嫂住哪儿？我妈偶尔得来吧，你妈也得来呀，怎么住？你担心这事儿啊？其实有个事儿我还没你说呢。今天我一不留神，我就订了套房。其实户型挺合理的，真的，阳光充足，南北通透，关键还是有独立的婴儿房。等咱买过来，我给他好好设计一下，一装修特别适合以后咱们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，那其乐融融的。阳光，买房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老婆，实在是情况太紧急了，我要不赶紧跟人订的话，人家直接卖给别人了，我就赶紧交他定金，人给咱便宜好多呢。定金都交了，又没跟你商量。赶紧拿着包，看房去。走啊，看房去。好。一下又砍掉两万，那包咱不用退了吧？怎么样，这房看的是不是觉得人生又更美好了？啊？还可以。但是。怎么了？你不满意刚才不说？说有用吗？定金都交了。那可是什么呀？我是觉得这个装修的颜色太老气了。嗨，吓我一跳。啊，装修啊，那咱房子到时候肯定得改啊。再说我是干什么的呀？到时候你想设计成什么样，我就把它设计成什么样。啊，只要咱们不碰那顶子就行。啊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这房子买的挺值的。最主要的是咱儿子啊，以后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了。我呀，终于办了一件让你阳光。
我警告你啊，以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你自己做决定。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姐，我今天轮休，你陪我逛街呗。今儿可不行，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。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还能什么事儿啊？我爸的事儿。嗯，那行吧，那你先忙着，那我看看再约别人吧。行，好好逛啊，拜拜。倩倩啊，我是高蜜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他欠我们很多钱，赶紧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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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报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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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再遇到这情况，嘿，吃都在呢。今天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对啊，今天用的什么呀？对啊，你再给我动筷子。OK。今天介绍一款新产品。带给你们一口的好牙哟！那行，送我们一人一个体验一下呗。就是，一人来一只呗。哎，试用就算了啊。这样，给你们时间，你们先研究一下。大家好好看看啊，有中意的联系我啊。别弄坏了啊！来看看。哟，来我看看。哦，祖宗，怎么着？休班的时候来上班，天打雷劈啊！会不会说话？嘴上积点德啊！哎。今儿是不是有你男神的飞机呀、啊？你猜？这用猜吗？都写脸上了。对啊，我男神今天飞机。哎呀，这都勾搭上了。要你管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厉害，给你点个赞，让他这厕所玩的真厉害，高招高招。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那天那件事，我写了5000字检查不说，我还扣了2个月的奖金。结果呢，我到现在根本就联系不上他，这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嗨，没用啊。那什么，姐们，别灰心啊，机会有的是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有什么对策？说，哥们儿全权配合啊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义不容。公司别老搞小动作，上上上，倒杯咖啡去，凉的。咋没溜？报警！我告诉你，再这样的话，我报警了。你怎么不讲理呢？刘爱吧，我常听你父亲说起你。你是？对，我是王月山。
刘福军的老婆。请大家相信法律，我们会依照法律办事，请大家放心。对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别为难他，跟我说。严律师，麻烦你把刘爱带到办公室去。嗯，好。别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说。嗯，行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是您父亲刘福军的律师，我姓严。你好。他不是说公司经营的挺好的吗？怎么会是这个状况？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，外强中干。那他人呢？跑路了？啊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这里有一份文件，还有房子的钥匙。虽然你父亲已经跑了，但是在他出事之前已经办理好了这套房子的转交手续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这套房子可以不用拿来抵债，所以呢，对你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嗯，谢谢。那他呢？法人是他，所以他要承担一切责任。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侧门，我带你走。老公，我有点不舒服。Excuse me, do you want a blanket? No, thank you. Okay. Do you want one, please? Okay. Thank you. 先生您呢？谢谢。女士您好，请问需要毛毯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请问您需要毛毯吗？听说这里养活了，是吧？是。您喝点什么吗？不用。啊，您需要吗？是吧，祖宗？祖宗，你说你也太拼了！昨儿刚飞了一个国际航班，连时差还没倒过来呢，今儿又飞，能不晕吗？喝口水吧。嗯，谢谢管家。哎，跟我还说谢谢？哎，你还真以为你那男神在这飞机上呢？别当真了啊！来喝吗？不喝了。不是，我看你这意思怎么真当真了？对啊，我当真了。哎呦，前面那么大一片森林，非为这一棵歪脖树，这森林不要了？没意思。就他有意思？当然了，就他有意思。我跟你说啊，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秒钟起，到我睡着前，我脑海里想的全是他，我就想再见他一面。你说啊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一直苦苦寻觅的那个灵魂伴侣。你没救了，你没救了。给我站住！
干嘛呀？记得帮我。帮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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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。我是看胶带松了，我给它粘上。胎儿还不稳定呢，还不好好躺着。我没事了，医生。你没事了？你是医生，我是医生啊，真有意思。啊，提醒你啊，现在医院床位非常紧张，及时建档啊。我还没想好要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。现在建档还早吧？这还早啊！哎，你看看门口。哎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你是家属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吊完水再观察两个小时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谢谢大夫。怎么样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去我爸公司了。啊？他不是说房子过户的事儿吗？啊。结果去了，我才发现公司倒闭了，我爸跑了。你爸跑了？不是，那他答应咱那房子呢？房子在，关键是你知道我爸欠了一屁股债，他把这些债都留给他现在那老婆王月山了。他怎么是这么个人呢？哎呦，可能他有他的苦衷吧。宝宝，别想这些事儿了啊，身体第一，先把身子养好，好不好？我能不想吗？你说。咱不赶紧把这房卖了，那咱换房合同已经签了，定金都交了，对吧？万一后面出点事儿怎么办呀？不是，你别吓唬我，不会出事的。哎，别想，别想，哎，先歇会儿，来，躺会儿，躺会儿，来。好香，刘爱，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杨光给我打电话呀。哎，其实我们打电话得说，我着急就说了，是，妈。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躺到医院里了，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呢？要不你小姨说我还不知道呢，你能一直瞒着吗？不是，你谁那么快？我没事儿，妈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什么没事？没事跑医院干嘛呀？你快说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哎呀。没，其实他就是那个。其实呢，我是这么回事嘛。今天啊，我去我爸公司了，结果我爸破产跑路了。哎妈呀！就因为这事儿啊？嗯。正常啊，宝贝儿，你爸他不跑才怪呢。他不就是那样的人吗？你就因为他你这样了，宝贝儿啊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你怎么一下子这么脆弱了呢？妈妈，你是觉得这事儿小是不是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但是我，哎呀天哪，我以为多大个事儿。行行行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件更大的啊。我失业了。不是大事儿了，宝贝儿，就冲你，咱这么有能力，什么工作找不着啊？这能算个事儿吗？而且说实在的，妈觉得你前一段啊太累了，正好，咱们这一段咱好好休息一下，没准这身体养好了，然后一放松了就怀上了呢。是吧，阳光？阳光。哎，来，出来一下。哎，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还单聊啊？公司的事儿。啊。我得跟你单聊。怎么了，小姨？别跟我装了，骗骗你丈母娘还行，就你们俩神神秘秘的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没什么的。雪儿怀孕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还不想生对吧？如果是缺钱呢，就来找我；如果是别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做决定。我公司还有事先走，帮我跟他俩说一声啊。你可千万别告诉妈。我是那多嘴的人吗？几楼？一楼，谢谢。啊，您带刘先生去看房吧。对，刘先生这边请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是有个房子想急着卖，就在附近小区。哦，那您请坐。哎，好。您先填一下这个房子的详细信息。好。优秀。是跟荷兰 UM 公司的，3点钟生产商弗兰克要说务必要见你一面。停，约一着。高总，您叫我。我让你停一停啊！上周我说的事儿你是不是都忘了？我的话不重要是吧？这是上周的会议纪要吧？要是你记得没错，那你怎么忘了呢？我不是交代的很清楚吗？ A、B 两个组要做业务考核，不达标全公司都要加班。哎，我敢打赌，不出一分钟，婷婷得哭着出来。你太小看我实力了吧？不是，我都十秒。哎，有在各种网站上秒杀的时间，多想想我跟你说的话。不是这样的，高总，你还狡辩，还不通知下去？你两个耳朵干嘛用的？装饰啊？记录了，原来可是能撑一分钟的。红魔真是越来越可怕了。没办法呀，董事长和总经理那么器重他，不到5年就晋升为公司副总，不能不嚣张吗？婷婷，我不喝这么烫的水。Marron 呢是巴黎一个比较有都市化、比较年轻感、比较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品牌。今年呢，他们也准备和欧莱雅一起合作，推出自己的美妆系列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PPT 啊。这一组数值呢，我希望你们都记在你们的笔记本上，回去好好跟踪一下，看看这3个月发生了什么变化。OK， 这四张图呢是客户对我们这次。
呢，我基本上都布置下去了。我看今天会就到这儿吧。明天早上我上班之前，希望你们每个人把计划书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散会。哒哒哒哒，10周年快乐！每个一辈子只送一个人的玫瑰。Thank you, darling. Do you like it? Yeah.我和我结婚10年了，对啊，听说感情很好嘛。这才是人生的赢家。我忘记带文件了，还得上去一趟。没问题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说这女魔头的脾气谁受得了啊，别说还10年了，这外国人的品味还真是蛮独特的啊。哎呀，这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还在加班啊？真辛苦啊。艾丽，今天晚上我们开瓶红酒好不好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人家就是想跟你浪漫一下嘛。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，你想吃什么？ How about some pasta? OK. 意大利面。一只水饺，一只虾。你不最爱吃虾吗？就这个吧。这个非常好吃。买两盒啊。对，两个。那我去那儿冰好酒。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。你跟蔡姨脑筋急转弯吗？好。有一个姓铁的兄弟，从小就不长头发，请问他得的什么病？毛囊坏死。哦，对。是急转弯吗？是急转弯。那不行，我转不过来，我猜不出来。不再猜他了，不猜了，你告诉我答案。真说假说？真说呀。答案就是，你先把汤喝。哎呀，我不想喝，我看上去，都说了。嗯。什么呀？老铁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小叶，没事儿，阳光给我讲冷笑话呢。有什么事儿你说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哎，你吃晚饭了吗？没的，没什么事儿，我挂了啊。哎，别挂。是这样的，今天不是我和戴维结婚10周年纪念日吗？他买了一大束鲜花送给我。那不很正常吗？夫妻之间他送你花多好啊。过去的3年别说花了，他连棵草都没给过我。你不觉得他今天反常吗？你别那么敏感，他有情况早有了。哎，他过来了，挂了啊。行。哎，忘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。你选的一定是最好。Let's go. 哎，再不喝凉了，喝了。哎呀，我不想喝，我最近心慌。啊，心慌？嗯。那要不明天去医院查一下吧，胎会不会有问题啊？要不我该心慌了。什么胎呀？啊？什么胎呀？内胎。那明天去看看。去看。Cheers. 结婚周年快乐。你看，
我今天特意为你搓的牛排，你喜欢吗？谢谢你啊。我们结婚了真的很久了，如果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，现在那个孩子已经很大了。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吗？要过二人世界，你后悔了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两个人不好吗？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一直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去旅游，我们可以去度假，不知道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都可以。我要跟你有其他的新的美好的回忆，明白吗？将来等我们退休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陪你回美国，我们去做农民啊，养养鸡，种种菜，两个人也很开心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Cheers. Cheers. 体检呀，你干嘛来了？办事儿。哟，可以高大上啊，生意都做到这儿了。这不你们家老呆吗？你们俩一块来的？啊。干嘛呢？办事儿。
小姨，别生气啊，这种渣男不值得。我刚才不丢人吧？特别大气，我都得向你学习。没事，一直没事。美女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。傻吧，美女。怎么了，大老母，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别耽误事儿。哎，姑，坐下，坐下，别耽误视线。敬业了，我说大老远约这儿，你懂什么？你小祖宗我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吗？这世界上还没有我搞不定的人，守株待兔不行，总得主动出击，对吧？那你还不快追去？追追追追你个大头鬼啊！有这么偶遇的吗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来收集点我男神的情报的。邹凯兴趣爱好猎捕，怎么你跟哪儿弄来的？我在这听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是所有八卦传播的地方，只要你想听，你什么都能听到。你知道你小祖宗我在这坐了一下午，腰酸背痛，就差腿抽筋了。哎，你说这真烦，那下个月那会计部的小张结婚非要请我去，我这不去吧又不合适，可是真的，哎，这都到月底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去。再说你说我以后一定会嫁特好，嫁到国外去，到时候我到哪儿去请那个小张去？这不亏大了吗？听我说话没有啊？你听什么呢？你听你听，特好听。这不是咱那个邹总老在办公室里放那歌，对对对，就那首特好听。有啥好听的？你去不去？去呀！我爸累死了，我都嫁到国外了。两位美女打扰一下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邹总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啊？一个电影里面的配乐，叫《可可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。哦，是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里面的主题曲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啊，谢谢啊。那个，你们还没买单吗？我帮你们买了啊。你们慢慢聊。哎，不用，没事没事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你慢慢聊啊。谢谢啊。嗯，还好我收获不小。我已经把我的男神摸得透透的了。我应该重新认识你一下。你答应过我说要帮我的。行了行了，怎么帮啊？帮我演出戏，认真严肃地帮我演。你小祖宗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全在这场戏上。演戏呀？演这个绑匪呀，还是臭流氓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你还流氓？有肌肉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姐，嘘，姐，文姐，怎么了？你那太吵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你大点声。
高大上，高大上怎么了？怎么哭？我现在来。哎，这咖啡。哎，行，我这个宝贝你帮我说好了，然后记得买单，还有那桌的，我先走了。不是怎么着？不请我吃饭吗？哎，我请客，你买单。